什么意思啊？我迟到了，被我妈拖住了。没事，走吧。 没事吧？没事了，好多了。那老高在哪儿啊？我只知道他在白沙岛，其他的具体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。啊，没事。 我们找人问问看。爷爷，您好，请问你认识一个叫高博的人吗？在哪儿？老爷爷，我是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高博的人？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？这位爷爷好像不能说话。跟你一样。 我帮你拍吧，你会吗？嗯，给，还好看点啊。 哎，跑步啊！啊，对了，正好，我想问问你，这附近有菜市场吗？有的，就是挺远的，你最好啊，让你儿子开车带你去。他不在家，他出去了。哦。
哎，你可以跑过去啊，正好锻炼身体了。啊，那就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一会儿啊，会有大暴雨的。哎，你抓紧时间把你的衣服收进去啊。这么好的天会有大暴雨啊？啊，你有风湿啊？我没有风湿啊。哦，我就是研究这个的。哦，你研究风湿的？不，哎呀，总之啊，你抓紧时间把你的衣服收起来，马上就要下雨了啊。啊，谢谢啊。哦，拜拜。哎呀，哎，有风湿的人都挺准的，收衣服去了。哎，德德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面膜真不错。哎，德德啊，德德，德德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么热的天还能打喷嚏，也不知道谁在想我。哎，我这该死的魅力。啊。我是说这个岛怎么这么大呀，我们都找到现在都找不到，就感觉把岛都要走完了。走完还早呢，我们现在才走了三分之一。你怎么知道？嗯，地图上有经纬线，一纬度是111公里，经度每差一度对应的就是111乘以 cos。 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在说在不同的纬度上，经度每差一度实际距离是不相等的，所以我们需要计算。我意思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老高？嗯，我感觉他应该不住这儿，因为这边的住户都说没有见过他。你们去那边看看吧。那边有多远啊？大概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？我好渴啊。说舒服吗？那你也舒服舒服。一瓶两块，两瓶三块。哎，阿姨，你知不知道一个白头发爱喝酒的老爷爷在哪儿啊？哦，他们都爱喝酒呢，刚从我这儿买了几瓶酒呢。那不在那儿吗？哎，好像是老高哎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谢谢啊。倒霉，你是不是真磕我啊？谁让你跟个小螃蟹一样，没看清楚就拍别人肩膀，要不是我带着你跑，你就得挨揍了。哎，你每次都救我，是不是因为喜欢我呀？